来一点。他要出去了吗？对啊。那是自己上吗？对啊，是自己上。还是那个是教练吗？对啊，他自己上。那是不是教练？可能是哦，会自己上，而且还站着嘞。对，那应该是教练。哦。哦，两个人呀、啊，两人划。哦，对。你不是说之前花莲要去赏日出，好像就是坐这个船，对不对？好像是哦，好像就是单桨。嗯。那个就另讲。嗯。